台湾人你好，我就要告诉 Force 去 Force 的人，我有三台 Force， 我现在有两个，之前有三个，他们都用不一样的轮胎。我都发现每一个 Force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这个位置摇摇摇，这个摇摇是更不好，如果你加那个后箱会有，因为这个会摇，你去的时候它会到这里，然后如果你没做好的话，你放松这个就会一直摇。我可以给你看来看，可是我发现用这个轮胎，只有这个轮胎它不会，但是 Max 台湾做的 Maxxis R1N， 所以啊，我用这个轮胎，他们其他的轮胎新的时候，它不会摇，可是两个礼拜之后，两三个礼拜之后，它会开始摇，然后很严重。这个轮胎我已经用很久，五个月还是没有摇。只有这个轮胎，我不知道他们特别的功能是哪里来的。可是 ，Yeah， 如果你有那个问题，你一定要买这个轮胎。